国国民党。政党票请支持42号台湾民众党。抢攻政党票，蓝绿白号次正式出炉，民进党跟国民党分别抽到6号和9号。蒋万安也变身台北队长，带队抽签，八仙过海，催出胜选气势。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。手拿火把穿战服拼胜选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不落人后，率候选人到场力拼巴西全上。许志杰动算，许志杰动算。掀起金刚玩偶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志杰大喊要发挥金刚力量，候选人各出奇招抢吸金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钟义仲和李梅珍更直接跳起近期火红歌曲《科目三》。大秀武艺跟着节拍动起来，陈美雅也顶着一头金色假发，特别打扮成日本知名动漫《火影忍者》纲手角色。人民是陈美雅的靠山，支持陈美雅，一定动作。陈美雅和对手黄杰不约而同都抽中，和自家总统候选人相投号次。镜头再往北来到台中基站区，林宽仁1号。一定当选，立马当选。严宽恒在妹妹严丽敏和多位蓝营议员陪同之下亲自抽签，对手林静怡则抽到与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相同号次，开心神情完全藏不住。美德双全，正义双赢。全台立委候选人一共177人，要抢73席。12月20号抽号之后正式起跑。吉新闻综合报道。